欢迎大家收睇《Black Ops 3》啊，系唔记得咗呢个系列？呢个系列系《Call of Duty Black Ops 3》使命召唤系列嘅黑色，系咪叫黑色任务啊？其实我冇查过咯，咩料？系啊，今次系呢个 Evac 嘅呢个场啦，咁就玩 Team Deathmatch 嘅。咁我咧其实就 Team Deathmatch 大家都知咩嚟噶吓？咁啊，餐桌系冇 AK-12。系啦，咁今次咧就 Shiva 都系用 Shiva 呢个 Red Dot Sight 加呢个 Quick Draw Grip 嘅，咁就瞄得快啲，加可以瞄得准啲啊！呢、這个 Red Dot Sight 咁就系上次讲过啦，同一把枪嚟嘅啫，系呢个嘅 Two Shots Kill， 即系射人咧两下咧，就通常啊中远距离有啲情况下咧都可以两下死嘅，如果中呢个心口嘅话，大家知道 Call of Duty 啊，大家如果唔知就讲啦 ，Call of Duty 咧就系有呢个嘅。即系唔系讲几高攻就扣几多嘅，系讲呢个成呢个嘅 multiplier 嘅，即系如果你射心可能痛啲，射头更加痛，射脚就几多咁样，即系仲每个身体每一个部分中边个部分咧，都会有唔同嘅 multiplier 嘅，就会乘翻一点几嘅，咁就唔系真系话一粒子弹扣42粒，喂83粒就死，唔系咁样嘅，咁就系啦，大家自己如果要研究啊，真系要买本书嚟睇，但系呢啲喺玩落就知啦，咁就。系啦，都唔好以为游水咧就可以避开你死嘅。系啦，咁就而家咩日子啊？9月3日开学咯，各位有咩心情？嗱，呢度唔好以为咧掉嘢就，啊有咩心情？系啦，未讲完，大家 啱啱 Xbox 同埋 PC 嘅呢个 Call of Duty Black Ops 3嘅 beta 版就应该啱啱过完啦。咁大家玩成点啊？大家咩 progress 啊？去唔去到呢个30几咧？34定32啊？去唔去到啊？我啊去到，啱啱好话去到，好似去唔到点啊？唔记得咗。啱啱好去到咧，跟住就完啦个 beta， 咁就啱啱好升到最后就用到嗰啲咩 smoke grenade 啊，好似，但系都唔系好劲。大家玩成点啊 ？Xbox 玩家、PC 玩家 beta 好唔好玩？觉得呢只 game 点啊 ？comment 喺下边好啊。對比起呢個 Advanced Warfare 有咩唔同？有人話 Advanced Warfare 好啲喎，上次見到啲 comment， 你點睇？考試咁就係咁啦。呢、這個 Black Ops 3其實又各有各好啦，但係又唔可以話好曬，但係又唔可以話衰，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冇講過啦，醫生。咁就係啦，大家翻學點睇？有冇啲緊張嘅心情啦？嗱，分開兩類嘅通常。开学了，嗱呢个我唔知呢个 title 叫咩名，叫开学了，嗱就系呢个嘅嗱两种人嘅，第一种人咧就系呢个嘅anticipation 人，点讲啊？即系呢个好期待呢个开学，嗱即系咧期待点样先期待咧？嗱两种人会期待，就再分两种啦。第一种人咧就系咧平时咧考试咧考得好高分嗰啲，即系串劲串嗰啲咧90几嗰啲，跟住话自己哎呀唔够好啊嗰啲，一定有呢啲人噶。有一种系呢啲人。第二种咧就系想真系见即系沟女或者沟仔，即系想翻去学校咧。我唔理佢成绩好唔好啊，但系总之佢嘅intention， 佢嘅动机翻学咧就系想同朋友玩啊，识多啲 friend 啊，唔一定要沟嘅。OK， 就系想同嗰啲朋友接触啊，即系去翻学校生活，日日见住咁啊，开心啦。咁就有两种咧，即系想翻学就系呢啲。我谂唔到第三个原因啊，真系点解想翻学？就系呢两样嘅啫，咁就第一种人咧，就系、是、唔想翻学啦，梗系咁，虽然可能大部分人都唔想翻学啦，咁佢哋有佢哋嘅原因嘅。我记得咧，以前咧呢、這个嘅中学时期啊，中一二三嘅时候，我系每一年啊，小学都有啊，每一年啊都问自己同一个问题，啊唔系问自己，系问我唔知我系咪成绩太差嗰批啊，即系或者属于唔读书嗰批，就每一年啊都系会问嗱，小学就一定啦，每一年都会问侧边个同学，即系隔篱一定有人噶嘛，即系分开一行行坐啊嘛，咁就即系自己一张台嗰只咧，你知啦，咁就问隔篱就话，每一年问同一个问题，每一年开学啊，暑假完之后都问同一个问题，即系话，喂，头嗰个礼拜咧，嗱唔知道大家有冇见我劲好笑啊，我亦都俾人问过啲咁嘅问题啦，就系、是、问咩咧，每同一条问题啊，真系就系问。喂，第一个礼拜系咪即系应该轻松啲嘅？因为冇俾功课，好幼稚啊！系啊，头先嗰架车仔真系几好玩，大家不过而家冇得玩啊，最衰真系超正，真系挡冇得挡喎！如果佢唔装嗰个咩 flak jacket 嗰个嚟咧，你开咗之后咧，你就冲埋去揿掣啊！佢完全系
即系唔系因为你开嘅时候咧，佢哋会佢会诶，佢哋 announcer 咧会显会 announce 话咩 enemy 咩 HCXD 咩 available 定唔知咩，跟住佢哋就会知道我哋开咗部呢架咁嘅遥控车，跟住佢哋就惊啦，但系佢避唔到。啲人最搞笑系你埋喺角头度咧，跟住见到一冲埋去，系冇得挡嘅。如果你唔装 flat jack， 但系唔好讲你哋啦。讲翻呢个嘅开学。大家点睇？有冇嗱开学开咗学三日啦，系嘛？今日放假，但开咗学两日啦，咁即系咁。大家有冇啲有冇啲遇到啲咩值得分享嘅事可以 comment 喺下边咁样？咁就有咩搞笑事咧？你讲开学咧，小学咧，我净系记得咧，你学啲我嗰间小学，我唔知我间小学定系全香港都系咁机啊！即系我嗰间小学咧，系直情要 check， 即系你柜桶系唔可以乱嘅。而家仲有冇呢家嘢噶？即系会 check 柜桶乱唔乱嘅。跟住要逼你将啲中英数嗰啲嘢摆喺左边，跟住手册摆喺右边，通过摆喺中间底咁样咧。但我系唔理噶，我系完全系嗰啲 office 咧 ，office out， 完全系翻工 office hour 最忙嘅时候，嗰啲折纸周围飞啊，又要折飞机啊，又喺度玩弹擦胶啊，就乜嘢都有噶，我个柜桶系。跟住就系每一次俾嗰啲叫咩嗰啲班长系咪叫嗰啲契弟咧，即系每十分钟巡一次，系咁闹人嗰啲啊。嗰啲班长系咁行过，然之后系咁同我讲，我话俾老师知，你个柜桶好乱，跟住就写我名喺个黑板嗰度，跟住俾人闹，镬镬俾人闹，跟住嗱，我系翻学第一日已经乱到咁，劲唔劲先 ？O P 啊，我系，好啦，但系有咩方法咧？就系咧，系因为好彩啦，我咧就嗱，大家可能小学系咪侧边可能会有啲墙近墙会有啲柜喺度嘅？咁咧我就咁啱冇个位，就喺啲墙嗰度，即系喺个墙嗰度，即系近住墙边啦，有啲柜啦。咁咧每一次咧，即系我知道佢每一次小息嗰啲值系值唔系值日薪，值日薪踩黑板嗰啲叫咩啊 ？check 柜桶嗰啲又唔系风纪，我都唔记得咗咩名啦。班长又唔系班长，咁佢就有一个选咗出嚟就做呢个 check 柜桶，跟住咩咧？每一次佢行到埋嚟啊，即系佢 check 到前面嗰几个嘅时候，我见到佢嚟。我就开左边嗰啲咩科教科咩数学柜，跟住全部人掉走，跟住佢行到埋嚟咧，系冇嘢啊个柜，冇嘢 check 啦，你 check 啦，跟住佢问我啲嘢咧，我冇带翻学啊，留咗屋企，跟住最后俾人发现咗，跟住咧系可以咧，我唔即系我完全小学咧，我系唔理自己成绩嘅 ，OK， 我系完全系嗰啲考第尾嗰啲咧，跟住咧我系可以嗰啲嘢系可以唔见咗之后咧，可以学期尾之后个老师抄唔知抄个柜，个老师系抄翻个柜，见到我啲嘢，跟住同我讲点解呢啲嘢，仲有一次系劲好笑，哇！即系冇交功，唔系冇交功课。正啊，小學冇嗱，即係呢個嘅暑期作業啊，係暑期作業咧，好明顯我係冇做噶啦，即係暑假，即係你唔好話升小六升中一嗰啲佢冇得 check， 即係當你小五升小六，小四升小五，小三小升小四，如此嚟睇咧，嘣 O P， 咁就哇噶老鼠啊，見到啊，喺度一條，冇匿埋啊，冇匿埋啊，冇用噶，冇用噶，係啊，咁啊有用，係啦，咁就佢 check 嗰啲。暑期作業第一日翻去就要交噶啦嘛，咁我就話：哎呀，冇帶老師，其實我係冇做到成本，即我係完全係即係懶到唔記得咗，懶到唔記得咗有呢樣嘢要做，即可能知啦，即潛意識係記得嘅，但係完全係嚴重地疏忽，係嗰啲叫咩魯莽添啊，直情係即唔做啊，我知道喺度就唔理啊，忽視啊，咁就。跟住佢問我喺邊，跟住我咧其實喺個袋度，我唔知點解帶，因為我媽你知就呃唔到阿媽噶嘛，嗰陣細個嗰陣驚噶嘛，即係照帶翻去嘅，諗住呃老師咁樣啦。咁跟住咧，跟住佢就 check 啦，跟住佢抄袋。其實我俾你聽，如果我嗰陣識法律嘅話咧，我係可以告佢嘅，佢又唔可以，佢又唔可以抄我啲嘢。跟住最后俾佢抄，我一开始呃佢话冇带，跟住俾佢抄出嚟，劲鱼咁样料。你冇俾我揾翻个老师，我记得佢咩？我记得嘅，算啦。大家翻学开学有咩正嘢可以 comment 下边，下次讲翻出嚟最多。就系咁啦，今次我哋咧就总共啊喺呢个影片啊嘛，总共杀咗几个人咧？唔系击败咗几个人，唔好用杀 ，OK？ 击败咗几个人？大家好，大家好，收睇我最新，拜拜。我仲有一样嘢，我真系想讲咧，嚟紧嘅新系列咧，呢个嘅 FIFA 嘅系列咧，即系星期六啊，谂住我应该讲啲咩好啊？我谂住讲新闻，大家点睇啊？即系讲啲拣啲好有趣嘅新闻。有咩 suggestion 喺下面留底啊？拜拜。